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安德，各位华友，大家晚上好。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心所相应理，那这个心所相应理的话，那么指的就是什么心所和什么心相应，就是什么心所和什么心相应。那我们可以简单讲相应啦，那这个相应就是什么心所跟什么心相应。那么这个相应讲完了以后，我们要讲相摄。相摄是心所摄离，可以简称相摄。那是那个什么心跟什么心所相应。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相应呢？为什么要讲相摄呢？那么这个讲相应，我们看说，什么心所跟什么心相应，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心所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特性是什么，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前面有学过它的定义嘛，也有讲过它的这个相位现起足住，对不对？那你现在如果知道说什么心所跟什么心相应，我们对这个心所的特性，对它的作用，会更清楚。这个阿毗达摩就是这样，要反复这个练习，我们才有办法真正认识这是什么心所。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个表啊，来复习一下，说这个通一切心心所啊，它跟哪一些心相应？那么遍一切心心所。那当然就是所有的心跟所有的心相应，所有的心都有遍一切心心所。你可以看这个地方哈，遍一切心心所，这边放大一点点，遍一切心心所，处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用，所有的心一定都有这个。那么最简单的心就是二五四哈，让它十个心。就是两个眼识，两个耳识，两个鼻识，两个舌识，两个身识，他们是最简单的心。那么里面的心所就是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那么将来如果你有修到明月处，那你去看说这个眼识这个明句的话，那么它就是有八个明法。八个明法指的就是眼识这个心。再加上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这七个心所，那么所以说这个遍一切心心所，它在这个八十九心里面都有。那如果你把它细分，那就是121个心都有。好，那杂心所呢？六个杂心所呢？这个寻它是跟55个心相应，那么一定要用121个心来分，不能用89心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寻是一个那个残肢，那如果你那个八个出世间心，如果你要用残那的层次来给它分的话，那么它有的有寻，有的没有寻，所以我们一定要用121个心才有办法去算说这个寻这个心所跟哪些心相应。那么事实上只有三个心所需要用121个心来计算，这三个心所就是都是在杂心所里面，就是寻、视跟习。你看是不是 这里这三个空白，这表示说寻、视跟习一定要用121心来算，了解吗？其他的其实你都用89心来算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用121星来算也可以。那么事实上在那个阿毗达摩盖要经解哈、哦、那个菩提长老的那个阿毗达摩盖要经解里面他也有这个表。啊、你要知道这个里面阿毗达摩盖要经解那个原版就是菩提长老的那个英文版那里面有很多的表格是循华尊者没有把它列出来他翻译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表格列出来那么像这些数字在那个阿毗达摩盖要经解里面都有、哦、89 121它有表有列出来、啊、你回去可以仔细看一下现在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把它秀给你看、哦、是有的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只有巡视跟习这三个有需要真正有需要用121心来分其他的就是用89心来分析就可以了因为巡视跟习它是禅知而且是、有些这个禅里面有些禅里面没有所以牵涉到这个的话那个八个初次见心就要用40个心来算也就是说原来89心你要用121心来算那么像寻它就跟55个心、啊、相应那么这个我们上次讲这55个心怎么算呢因为这个在异界的54个心里面除了254没有寻以外那么另外的44个心是有寻的好、啊、再加上初禅、啊、初禅本来有三个心但是再加上那个八个初次间心属于应该说40个初次间心属于初禅层次的有八个那么所以我们就说初禅有11个心那么44加11就是55对不对啊就这样算那这个4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二禅的话是寻没有了但是还有4所以4的数目一定是比寻多11个因为二禅也是可以说11个心嘛包括初次间心就是11个心所以这个4的话它是跟56个心相应而且都要用121心来算那圣觉我们知道说圣觉它就是除了疑那个心没有圣觉以外因为疑你就是在那边犹豫不决的、啊、就不会有圣觉圣觉我们知道我们讲的定力就是把心开放确定目标迎向目标所以它疑里面不会有圣觉那254也不会有圣觉因为254是简单的心它没有很复杂的作用所以总共有11个心没有圣觉因此是78个心有圣觉那事实上他用89心来算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用121心的话那么你就再把它加32那八个初次间心都有嘛那你这个你把它变成40个心就是多32所以就是110、哦、这个数字应该没有问题、哦、然后精进你一定要记住说这个254、哦、还有呢三个异界还有三个推度三个异界三异界是什么就是五门转向心跟两个灵受心三这个叫三异界那三推度呢我们知道推度有两个是舍计一个是喜计的、哦、我们现在如果讲喜计它就是乐计、哦啊、如果单单讲一个喜它是杂心所的喜、哦哦啊、如果讲喜计是乐境的幻力那乐计是行法尊者的幻力如果讲喜计它就讲就是受里面的乐、哦、那这个三异界三推度三个推度里面有两个是舍计的一个是喜计的那再像哦是就是16个心没有精进因此是73个心有精进89减掉16 73、啊、如果你用121心来算那就是105、哦、105好那这个喜就比较困难喜要算的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黑板上特别再把它写出来说如果你对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还没讲嘛对不对但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它就是在分析这个受就是所有的心里面它的受的分类那么受我们知道有
乐苦越忧舍，对不对？乐苦越忧舍，所以你看黑板上特别给你写出来，这个就是要帮助你了解这个习哈。我们知道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但是因为这个阿毗达摩就一定要反复的学习，你才能够记得起来。那么我们知道乐只有一个心，121心里面乐只有一个心，哪一个心？乐生事，对不对？苦也只有一个心，对不对？这苦生事。那越聚有越有62个心，越有62个心，忧有两个心，是忧聚嗔恚相应无形，忧聚嗔恚相应有形。舍聚有55个心，你先把这些数字记起来，那么对你要了解这个习杂心所的习有几个心是很有帮助的。好的，你看我们这个杂心所的习，它是有51个，上次我们有算过啊，51个，那51个怎么算呢？我们就是你记在脑子里面，要记住说欲界的心它是有几个习，欲界的心是有18个有习，因为欲界的心只要是越聚的它一定有习。那你看欲界54个心，你可以看说上次我们说要看这个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哈，看一下这个表，这个89心列表，这个越聚的心或者说喜聚的心，这边有四个，这边有四个啊，四加四，然后这边有四个，那个我们先看八大果报心，这边有四个，这边也有四个，我记的时候都是这么记的哈，这四个四个，这里有四个，这里有四个，就16个，对不对？啊，16个，然后再加上这个，这里有一个喜聚推度，对不对？啊，有一个喜聚推度，这里就是喜聚意，这个喜聚意识界一个喜聚推度，还有一个什么阿罗汉孝心，它是喜聚意识界啊。那么这样是不是有18个业绩，也就是有18个习？欲界心只要是业绩一定有习，这18个。然后初禅、二禅、三禅是不是都有习？这个习就是杂心所的习哦。那么因为每一禅都有11个心，包括初世间心，所以是不是就18加33，是不是就是51？那你现在要知道说啊，这个51跟我们说那个月计62的差别就差在哪里？就差在第四禅，第四禅它是有月没有习，这个乐禅之里面的乐就是月计哦，哈，啊，它有月没有习，所以是不是就差这11个心？因此那个属于月寿的心有62个，就是跟有杂心所习的心51个之间就是差11个，这样有没有清楚？好，那再来再看这个，这个意也很好记，就是18文心跟两个痴根心没有意，因此就是20个心没有意，所以呢就是69个心有意。89减掉20，69个心有意。那如果用121心来算，它就是101。那我们看这里，你看就是说意呢，再看这里说意采取行动或者是达到目的的意，而两个痴根心因为太昏暗了，所以它毫无有意的行动。然后18文心，我们知道它也是这个比较没有那个力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它也没有有意啊，是吧？比较被动，比较没有那个好，比较没有那个有意的行动这样。所以意我们知道这样。那我们来看这个总结，看这总结，这总结跟刚刚那个数字有关系。你看刚刚我们看那个数字，先看这里是这一行是55、66、78、73、51、69，是不是跟这个一致？55、66，这个55、66、78、73、69，跟这个一致，对不对？
然后上面六十六、五十五、十一、十六、七十、二十，哦，这个是不以个别第一到第六杂心所相应，也就是说有六十六个心没有跟旬相应，因此是有五十五个心跟旬相应。这个寄送是他们以前要背的时候比较容易记得起来了，所以他们用这样，对，好，他们就背六十六、五十五、十一、十六、七十、二十，然后反过来就是五十五、六十六、七十八、七十三、五十一、六十九，啊，因为有六十六个心不跟旬相应啊，你可以对照那个表拿六十六个心，因为你知道有五十五个心跟旬相应，就知道有六十六个心没有跟旬相应。啊，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加起来一百二十一呢？就是因为旬巳跟习一定要用一百二十一心才有办法分析。好，那么这个五十五个心不跟巳相应，所以有六十六个心跟巳相应；十一个心不跟肾结相应，所以有七十八个心跟肾结相应；十六个心不跟精进相应，所以有七十三个心跟精进相应；七十个心不跟这个习相应，所以五十一个心跟习相应；二十个心不跟欲相应，所以六十九个心跟欲相应。好，那么这里比较困难的可能就是这个七十，所以黑板上这里给你写出来了，黑板上上面特别给你写出来，就是怕你这个地方这个搞不清楚，然后失去兴趣这样，所以特别把它写出来。你看这个一百二十一减掉七十等于五十一，对不对？啊，这个七十是怎么算？七十，因为你现在是要讲习嘛，那习以外的这个都要把它扣掉，对不对？好，啊，那这个就要从那个那个舍受那个来算了。哎，现在要记住说啊，五十四个欲界心里面有业一定有习啊，但是那个色界心以上的那个第四禅，那是有业没有习。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把其他的受先扣掉，其他的受先扣掉，那么先把舍受的五十五扣掉。你看有没有看到，第一个是五十五，七十个心里面第一个是不是五十五啊？那个就是舍受啊，再加上二，那两个二是忧惧的啊，忧啊，那两个再把它扣掉啊，再加上一个乐，乐生事，再加上一个苦，苦生事，这样就把那个其他的四个受扣掉。但是啊，但是还要扣掉第四禅的，因为第四禅是有业，有业受，但是没有习啊，所以把那个十一指的就是第四禅的扣掉，所以这几个是不是就加起来就是七十个，就是一百二十一要扣掉七十个，这样了解吧？好，所以这个计算就是这样讲啊。